他，我们检查过，没什么实质性的问题，就是说没有骨折，心肺、肝肾里面内脏也没有问题。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？大概？出院的话，看他自己恢复的情况，你看一下精神状态就行了。然后这里面有机械人员没跑的人，大陆水来了就把他们冲走了，最后就在脸上喝了很多水，就冲了三四百米了还是有。然后这里面有机械人员没跑的人，大陆水来了就把他们冲走了，他们不能走，下面就救生圈，他们也抓着救生圈，那些不一个在那下面救上来的，他们抓到那个钢管，他也抓着救生圈的，他也抓着在装在装钢管上面，他就扒在附在那个钢管上面，在下面那个学校那里，他们学校有那个修的那个井，修了新的箱涵，通的对，通这个河的，他就喝了很多水，很多污水，在医院里面要洗胃的。然后手上受了毒了一些。他，我们检查过，没什么实质性的问题，就是说没有骨折，心肺、肝肾里面内脏也没有问题。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？大概？出院的话，看他自己恢复的情况，你看一下精神状态就行了。他现在应该慢慢的好，如果他明天说哦能走了能吃，他现在也可以吃，能吃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就差不多的了。